位顶流偶像的蔡徐坤六月却被爆出跟圈外女性一夜情，还逼对方堕胎，导致形象大受打击。后来发声明却又被爆出作假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而他所参与的综艺节目《奔跑吧》也为此紧急停播两周。这次日终于再度播出，先前就有国仔爆料蔡徐坤的画面会被剪光，结果粉丝们一看节目还真的发现蔡徐坤的身影被去除得一干二净，竟连马赛克的痕迹都看不出来，直接完美消失在画面中，让网友纷纷震惊表示 P 的一点都看不到，到底怎么做到的，仿佛蔡徐坤真的没有来录制过，也让人不禁赞叹后期制作人员真的太神啦。Bye.